啊，不，天之前有谁在接头的？谁接？啊，这么差都来到了啦，要站起来吧。红白，红白，抢了南通的小姐。抢两个啦，你红白。啊，排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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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排队，哎，进来，进来，我拿个，我拿几道，哈，我拿几道，进来，进来，进来。摄影师，等一下。啊，哎，我拿个相机。我拿我的电话，电话，电话。来啦，哎。哎，来啦。我们走，这样子来，欢迎你，我好，你好。的那个碗哈，拿来这里冲一下水哈，才可以给下一个人使用哦。好，欢迎你们哈，好，欢迎。欢迎。来，长荣 ICU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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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欢迎。好，那个碗和碗就可以在这边使哈。你地够伤细啦，安尼两边嘛无去啊。安尼好，有啊，有两壶。有两壶。明天你。没电了，没电了。OK。在山上就有云瀑，或者冷热会往前面逼过来。那我们那个金城武先生他来的时候，就是像这个5月20号金黄色的时候，啊，就来拍一个给长荣 ICU 做一个广告。目前在纽约时代广场。纽约时代广场在播放哦。啊，全世界就选三点，第一点在台湾，好厉害哦，对不对？第二点。巴黎好厉害，法国巴黎第三点，好厉害，日本嘛好厉害，有去过哈？去过，富士山那边，好三点，全世界三点哈，所以你们就来第一点了，对的，好，大概全走就上这样。那我们今年11月1号、2号、3号，我们会在这个我们的那个天堂之路的制高点，这是我们邀请银门舞集会在那边表演。哦，到点金黄色的时候，我们会在里面做一个哈。我们有很多届的这个稻穗音乐节啦，哦，可能会在稻田里面也可以拉小提琴，有没有？在稻田里面弹钢琴。哎，那我们长荣公益为什么会选择在这个地方呢？就是我们第一届的稻穗音乐节，在稻田里面弹钢琴，有没有？哎，他们在飞机上，哎，看到这样的一个哎，在稻田里面弹钢琴，有没有？啊，后来就问到我们这个地方来啊，那就带他们来这个地方，哇，他们就爱上了这个地方。所以请金城武先生在这边拍一个广告，谢谢大家，就是今天来这里这样子，然后希望可以大家就是不用坐飞机坐那么远去外国玩，像台湾也有这么好的美景，那除了要玩之外也要好好的爱护我们的环境。I see you 哦，欢迎大家一起来这边来慈善，来爱惜我们慈善，对。